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TWICE 你可能不知道的12件事。 TWICE 从大街拿烟到忙捏子鱼，都跟亲姐妹一样，不使用敬语，只使用评语。 TWICE 是JYP所属艺人当中首次有专门担当 TF 组的团体。TWICE 成员中，基佑跟成员是左撇子，不过两个人吃饭是用左手，写字却是用右手。 TWICE 成员9个人当中没有 A B 型血型，南元、默默、米娜、子瑜是 A 型，灿娜、切阳是 B 型，成员基友、塔轩是 O 型。TWICE 所有成员们都没有使用艺名，而是用真名活动。其中基友的真名本来是基苏，但是出道前改名为基友，而成员的真名本来是叫 Kyungwon。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改名为成员了。南元有一个妹妹，成员有2个姐姐，默默有一个姐姐，灿娜是独生女，基友有2个妹妹，米娜有一个哥哥，塔轩有一个哥哥，切阳有一个弟弟，子瑜有一个哥哥。大家发现到了吗？非常神奇的是，比基 基友年纪大的成员都只有姐妹没有兄弟，但是比基友年纪小的成员都只有兄弟没有姐妹。哇！TWICE 以粉丝签名会时间长非常出名，一般粉丝见面会都会控制在1个钟头，再长也不会超过2个钟头。但是 TWICE 最少会进行3个钟头。 灿娜、大阪、摸摸、京都、MINA、神户。TWICE 日本成员3人都是日本关西出身。TWICE 所有成员们都喜欢吃猪脚。 在WAGE活动当时 ，Let me see 这个部分的每个打歌舞台都会跳不一样的舞蹈。2016年11月11号 ，TWICE 创下了 K-pop 女团出道曲 MV 首次突破 YouTube 1亿观看次数的大纪录。2015年 ，TWICE 组团第3天拍的照片，跟2021年庆祝6周年的照片，成员们的颜值几乎没有变化。又只有我一个。 今天是 TWICE 出道6周年的纪念日，谢谢成员们一直以来付出的努力。之后只是希望你们能够每天都健康快乐，也希望继续能看到7周年、8周年、10周年的 TWICE。 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